废弃的排放，每一年补助的计划名额有300名。最近这几年以来，已经成为一挂企业公司低头逮捕，也个员工抽奖送礼的一个选择了。过去每一台机车一天都要开900块的油钱，改用电动机车了后，这企业公司一天干那需要不到5块钱，而这个电费钱了呀，所以算起来是非常算的好。每一台这个电动机车的价格大约是要6万块，今晚南北这个经济部工业局都补助每一台补助7000元，因那环保局又搁再补助13000，安尼当中都是补助20200了。台湾人。